朱旭阳跟法尔站一侧，低位往里走，还是有夹击，好球给到外，双方见招拆招，一打二，冲进来找对抗，呼，这个球裁判示意还是一个好帽。那TJ利夫这两次突破的法尔来低位，法尔这发球也是比较有特点，找法尔正面直接打进去，走步，法尔要到很深的位置转身二加一，塔克法尔应该往更深的位置去要位，就是他接球之后有夹击，哎呦，这下这个球呢，就是希尔扎提你带开的太晚了，你带开的晚了呢，内线队员处理球的时间就显得两个射手。哇，朱翔这个掩护做得很扎实，呼，法尔，但是机会出来没把握住，法尔豁中锋运球一条龙，这有点多了，走步了。这也是一名出产自新疆青年队的小球员，好球，这个球非常及时的跟进，有点急，没错，往空中有一个，再往空中给，哎，好球，没办法啊，这内线直接掉，往里掉啊，太高了。对这个球，而且你如果从麒麟再往，哎，好球，这个球直接给过来，哎呦，哦吼，再给到篮底下，哦，好球，好球啊，哎呦，太强了，在目前的CBA 里边，你说你靠你一个人要打败一些强队，大王这段时间打得有点着急啊，自己情绪有点起来了，哇，上海队是不是要叫暂停了呀，掉进来没问题，自己的防守也是要提升上来啊，来了边宇航等着自己突破，右手上这个球被冒掉了，就反掉打到篮底下，你让法尔再靠近，哎呦，手臂手交过来，往内线又是给内线，那法尔打的一点都不着急，走步，这个球应该是走步了，走步，多惨，的确是，再来，哇，哇。转换啊，漂亮！